什么叫健康康？从小学不休息呢，这个人不气呼呼。在深圳的时候，遭到深圳公安局惨无人道的迫害。这件事呢，已经过去了，本想不想讲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但是不讲呢，又怕好人被害，所以要讲给世人听，特别是对我们最伟大的一个大法门上师，诽谤污蔑、迫害，是可忍，说不可忍。我们伟大的大法门上师，是我们世界上是最好的好人，他关心爱护大家如同父母。实际上胜过父母多少倍？他是真正的大法王，是最高的佛教大师。在2001年的10月13号的一天，我们正在做功课的时候，突然一声咚一声巨响，冲进来一伙穷凶极恶的带有枪的人。我们在桌上就连推带拉把我们铐在一处。我说你们干什么的？这么凶？他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，不准动，不准说话。就这样把我们几个人把我们守在一处，只听到屋内啊稀里哗啦的翻箱倒柜的声音。等到折腾了几个小时过后，就把几人压一个人，压到我们把我们铐上，就把我们一下抛上那个行车，屋里的东西一抢而空，用车也拿走了，把我们关这个班房里了。就这样，第二天他们笑眯眯的来，那人就对我说，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们。我说配合什么配合？你配合我们说你们一个大师不是佛教的，是骗子，是邪教，你也不是佛教徒，你是因为一个大师指使你去剃头一伙去骗钱的。只要你这样子照我们这样说，你掏了手印签了字，我们就定你无是受害者无罪，就很快就放了你。当时我听啊火冒三丈，我肺都气炸了。哎呀，这次他们就问到他们就是气骂我，他就你这个老顽固，就打得我轰的时候，简直头上啊冒金光。他们不断啊就那就用矿泉瓶这样子个打，用了一个人一个托子这个打得我，哎呀，我当时啊眼睛花了，冒金光，就是这样。他把他压在死了饭头去，看他嘴巴有很叫，好生收拾他，不配合不那个，我朝死里打。就这样，他们就把我绑起压起啊，如同那个就把压在那个那死了犯重刑犯那个监狱里面，那个门当一开啊，只掀个缝，人基本并且就是一拳头一脚就把打进去啊，我只看那个潮湿黑暗看不到天的那个很狭窄的那个监狱的啊，那绝大多数我看都是带的，大多数带的那个脚镣，紧紧那个脚镣像起得垮啦，这样子啊，那个响声啊，那些人都是穷凶极恶，那种昏迷离散的人啊，就想过来就问他，老头，你杀了人吗？放了火了？我说什么都没干，为什么到这个死牢犯？这是死牢犯重刑犯啊，进来都出不去的啊！你不老实，我推推神光，哎呀，就几个人泼上那个拳打脚踢啊，打得我更是啊遍体鳞伤啊，打得我打倒在地下，就是，哎呀，打得我更是
那小孩就脚咚一拳，我大一脚就抓得我这个肚子腰上，还要打得我疼痛啊！打得我真是遍体鳞伤。在那里头，我听说你，如果是你不，会怎么不让他打，不让怎么不得过七处啊？你还多挨，就经他打够七处过了嘛？就这样打得我真是啊，疼痛难忍。但不，男人也要忍啊，像这样子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打了不说啊，天天把我舞蹈，一天打几次啊？舞蹈的，把我整个把舞蹈跑不起来哟。那提审人员又提审我，提审我这些，他说里头的守卫好把守啊，叫你好好的配合，你不配合，你嘴巴犟，有你受的。不配合他们说假话，不断的软的不行，就是硬的，他就先嘛用那个这样子打头，打那个多多的，还要打那个心烦意思，我也不管他，打就打嘛。最后看到我还是不说，用那个框架成品了，就这样子打的，哎呀，我简直是打成红叶声，一个打得我那个颈跟冒青光，就这样子。先不说不给你水喝，再不说不给你饭吃，哎，我不吃就不吃嘛，反正我就说，哎，不吃他专门得喝给你看，因为大热天在那里啊，你想想，好多个小时哦，有时我这个就没得时间了，有时饭不给你吃，他们专门在吃，哎呀，还说些什么怎么着饭菜怎么好，我也不理他。就这样看到我还是不行，就他就赶着坐一种凳子，那种凳子呢，就是一坐上去就全部就锁上了，你又不能站起来，也不哭着，动都不能动，就这样子他审，先是三四个人，看着不行，他们就是增加了七八个来审的时候就说着的。特别是我想有几个够最坏的，说都不得就来打。因为说到那个呢，我不晓得个班子是什么样子。看着看着，问到，我不说了，或者不知道，咚一那个一推，蹬过去啊，就把我那个，因为把我的脚什么卡得死死的，再蹬过去啊，哎呀，压得我硬是啊，简直是我那骨头啊。我最后也看了都五种了，就这样子疼痛的，我真是男人，真是就这样子，不对他就，因为在那里一直坐着就没办法了，一打或者打，不来呢他就用那个电棒一触必然要动，一动就在跟摩擦，意思真是我真是这个，这时候我想起来真是，哎呀，就这样不那个，他们这样打这样那个，不给。饭吃不给水喝，这样还不说，不断的加，特别是那个一个白皮肤，大概是30多40岁，那个公安是好像是个他那个采龙中的首领嘛，这个是最坏的一个，他干脆把他弄到黑窝子了，黑窝子头就更悲惨了，你想想看，哎，我想起我真是心惊，黑窝子里面它是全部是封闭了的。怎么外面嘛，原来打嘛，你如果叫唤什么，可能还外面听得到，在里头去就悲惨了，随便你整死你，怎么都没有，他完全封闭的进去，那很黑的，就说把它吊起来，先嘛，就把我就吊了，我脚尖尖还可以站得地嘛，我剩得地还好点，看到我吊了半天还是不说，干脆他说把全部都吊，把它挂起来。挂起来，我这个手啊，整个这个手胳膊啊，整个痛得我啊，哎呀，痛得我麻木了，真是真是痛得我简直是，不晓得好多时间痛得我简直是，哎呀，简直是，真是疼痛难忍，真的，我这个手啊，怎么这样子？这样子看到我还是不配合他们说假话，他就更卑鄙了，就干脆我倒挂起来，你想吊挂起来，这只会不说啊，哎。我先去的，哎呀。
想起了这真是让我真是无法难用的忍受，吊起来不说，还得灌辣椒水，一灌辣椒水一灌上去啊，整个我的个口腔、鼻子、喉咙，还要一直流到眼睛啊，眼睛上简直是没有办法来睁起，睁不开了，痛得我那个，真是整个肺部复发，还要痛得我本身在里头，你说，我就真是遍体鳞伤，这样都不得儿童了，整个这个都是痛得我来，简直是眼睛睁不开。哎呀，肺啊、腔啊、口腔啊，辣得我那个简直是，一直到心肝啊，最后就不晓得昏昏沉沉、昏昏沉沉，我就不晓得昏过去了。究竟怎么？我就说他用那个弄那个水啊，一下就把我泼醒，泼醒我后，看我还是不说，我看就是那里有个针，他就把那个，我以为是。这么打是我看我疼得发抖了嘛什么？我以为是这样，还是这个打进去了，打进更那个，真是拔苦交加，我一个全身的呀，整个我的身，因为在那边给我打了好多，青一块紫一块，打得我那个遍体鳞伤。这个师兄们打，他们在用这种那种折磨，这种来不断的打我的头上，真是紫一块红一块。真是难听啊！我的个手、胳膊啊，我这个腿啊、腰杆啊，真是啊，真是说是，哎，真的无法忍受。这样打进去，这些痛都没有感觉了，整个肚子啊痛得我来，简直是无法忍受。我天，打滚啊，一身汗啊，就后来就完全没有知觉了，特别是更那什么样？我打我肚子上打了个针过后啊，我一天。要拿8次、7、8次，至少是7、8次，打得我们没有浑身没有力啊！我就这个爬起去啊，去拿。你们想想，这就是公安对我这样子的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就这样子情况下，他们还不放过我，他们就是还是要把我拉到劳教，还是拉到劳教，然后让他们又去检查，一检查那边。就坚决不收，他这么严重，又送过来，万一死了咋个办？你看他遍体鳞伤，头上什么？你看那样子，怎么？他是怎么能不能收？怎么能来做事？我们还找人来伺候他，就坚决不收。这样他们拿的没有办法，哎，送回去再不收，就把我扔掉那里了。就后来呢，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师兄，多见多强师兄。哎呀，等多少之前我就问起啊，我师兄啊，你这个怎么样？哎呀，师兄说啊，他们里头公安里头太恶毒了，他说的要喊我陷害我们，打发我上司啊，要害我们是，哎，我不说假话不那个，他们就想方用着各种的手段啊，就不断的打我啊，打多少啊，打我啊，特别又是。那个扯金刚棒，我不让他扯的时候，一拳就他就把我牙齿打掉不说啊，又把我打翻在地啊，踢了几脚啊。他说的啊，踢得我已经在那里头，我得死了几次了，基本上他说的，使得我几次到那个去抢救，受的苦啊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深圳公安怀头的莫名其妙的把我抓起来，他们逼着我说上司是邪教，说我不是的佛教徒，我怎么不是的佛教徒？我跟了上司10几年了，我的上司他是真正的佛教大法王，这些都是事实，他们都逼我说假话。我不配合他们说假话，他们就把我吊起来打，他们在我的肚子上打多针，是痛得我死去活来，哎，真是一言难尽，不说不说嘛。
我们都是修行人，我们是以慈悲为怀，我们不想伤害他们。深圳公安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想破坏我们上师，我们上师不但不是邪教，而是正宗的佛教大佛。所以说我在深圳，在中国的深圳公安啊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啊，他们对我们一个大师的诽谤污蔑，这个迫害啊太恶毒了，那种手法太恶毒了，各种卑鄙手段太恶毒。所以说我也发了誓，我是活佛，为了什么呢？为必然我去安心去找恶报吗？所以说我要讲给大家听，讲给世人听。公安他是真正迫害我们最伟大的阿法王上师，是居住无名的大法王啊。